玩起来！玩具，玩具！哇哇哇！小鬼子，你们就乐。熊冠军，你也不要过多的感谢我。作为一个日本武士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嗯。藏宝当中，鸾金、银花、蓝狐一个，这是偶然吗？嗯，你看慕容卓带来了一套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宝库当中再放一套呢？那珍贵的物品越多，那不是越容易暴露吗？郑伯君啊，你多虑了，这批物品啊，就等着我几天来发现呢。白金九具。一套。拿着来，郑伯爵。嗯，自从我做了你的部下，我一直期盼着天照神明、扬眉吐气的这一天。这一天呀，终于逼我等来了。来，嗯，这是我从老家带的亲酒。哦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墨迹未干，千峰粗糙，这些都是伪造的。我们上当了。特工队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好救走慕容卓。特工队应该就在附近。部长，部长，都给我起来，给我进行全面搜索。就是掘地三尺，也要把特工队给我找到。是。少佐好吧，托你豆腐的福，少佐安然无恙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果然是将门之女啊，连我们吉天君都被你蒙骗过去了。哈哈，郑伯君啊，你认识他？青儿，慕容卓之女。
慕容卿小姐。哎，吉天君，你跟他。慕容老师，你看我把谁给您请来了？爸，爸，婴儿，哎呀，太感人了！父女相见，应该好好谈一谈啊。对久别的父女重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？哦，这父亲的心会变得很柔弱吗？为此我愿意冒这个险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您是不是开始有点喜欢这个犯人？狗屁！我就是想着要把他送上法庭。郑县长，你不觉得你说谎的时候身上有一个部位就不对劲吗？哪里啊？甭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边啊都挺喜欢这个赵大。是啊，咱们这个老大呀，刚一接触的时候嘴是不行，可是接触一段时间，还别说，真是吐口唾沫一个钉。哈哈，跟他在一起干，我觉得没错。那是，跟着我大哥踏实。哎，既然你们都说我哥好，那要不然咱出去找找吧，别真出点啥事儿。那还等啥？干呗！好吧。不用了，我回来了。
可把人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妈妈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。父女团聚到此为止，今天晚上还得麻烦两位各宿一处，以免发生意外。父女皆失。我媳妇儿都这么心疼我了，一眼看不见咱就过去寻，住寒窑十八年的王三姐儿也没这么有情有义呀。哥，这又不是在演戏，还是赶紧想想怎么救人吧。反正救一个也是救，救两个也是救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军界报官了啊。现在好，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别大发了。官，官在哪儿啊？就剩你这个干事了。哎，现在慕容将军、钱儿、银板都在日本人手里。哼，我们忙了半天，都给鬼子做了好事了。阿弥陀佛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那个银板是假的，无所谓。可要是小鬼子用钱二逼着慕容将军交出真的银板，那就麻烦了。你们说完了啊？不，快想想办法，拿个主意怎么救我媳妇儿啊。大哥，你平时不是挺有办法？对呀，他这会儿心里都乱了。救你，别指望他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几个呀开个会研究一下。对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咱们这些人绑到一块儿，我就不信没有小鬼子脑子好使。嗯，有意思哦，你们两个都成一伙了。哎，那些兵没走远吗？啊，对呀，把他们争取回来，咱们打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真正正的战斗。对，还得用我们的拿手绝活。绝活？啥绝活？就是在鬼子的软肋上狠狠地插上一刀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嗯，我犯的错我打头炮。阿弥陀佛，你先请。走走，怪物。老师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您放心，这一路上还会有不断的惊喜等着您。我女儿呢？青儿，我会好好的派人伺候。上车。小鬼子们早。
我们孙大总统啊，是中国人的大总统，怎么可能把左右胡须都刻得不对称？那可是欺师灭祖。嘿嘿，看你这张臭脸，信了吧？你就不怕我宰了你，我抢了印版？你当我傻呀？这印版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你没带在身上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行，那给你瞅瞅。这两张，哪张是真的，哪张是假的？能摸一下吗？两张都是真的。错了，这两张都是假的。别，都是假的。这张才是真的。是吗？这也是假的。烧了，烧了。真的。小鬼子，接着！瞧见没有？印版刚印制的，中华民国最新版法币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他手上有真货，先别声张。我跟他好好讨讨价钱。好，我同意用慕容卓妇女换你手上那两块真印版。是昂宽，咱们做事的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你放人，我交货。你等等，印版既然没在你身上，我不能两个人全交给你。这样吧，我先放了你的签儿。啊，不要，他是假的。假的？我们干特工的，怎么可能没个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的呢？慕容卿怎么能是假的呢？那个慕容卿是咱们特工队的一个小角色，新生一个，还有100个呢。要换，先换慕容卓吧。刚才说印版是假的，现在又说人是假的，你到底想跟我玩什么花招？痛快点，要换就换，不换就不换。不换！既然没诚意，那回见了。给我站住！给我追！追！追！别再跟着我，给我留下一些人。小鬼子，我在这儿呢。在哪儿？哪儿？到底我在哪儿？下面，下面。啊！小鬼子，我在这儿呢。
兄弟们，你们忍辱负重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是你们绝好的机会。准备射击。王八，激光设计好了吧？长官，我们都是当兵的，打仗得听别人指挥，这没人号令啊，这仗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那这号令怎么喊？喊打呗。好，听我指挥。准备。长官说宣传鼓动，您比较厉害，可打仗，您行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读书人打仗可能是不如你们，但指挥打仗还得靠读书人。准备射击。好，打。中计，我又中计了。撤撤。爷，好，赶快把屋子撤。来，有外部。埋上竹签就能杀了他们了。阿弥陀佛，和尚只助人不杀人，你别坏了我修行。哎，行行行，说说而已，还真能误了你的修行吗？哎，走走。钟本君，钟本君，快把他拉上来！拉上来，快！方法怎么样？从小就打猎，十米打开个狼牙，跟我起。好，看那个戴帽怎么样？叫少佐，把他先干掉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非常好，兄弟们，少鬼子群龙无首了，打！钟本君，中国特工太狡猾了，还追吗？哎呀，中国人太狡猾了，你说他怎么想得出来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了？正打得过瘾呢，小鬼子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兄弟们，哎，检查子弹。糟了，没子弹了。没有子弹，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区别？啊，看来兄弟们是憋的时间太长了。想把对小鬼子的恨呀一下子发泄出来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我喜欢你们这种气势，只可惜啊，咱们没有后援，只能憋着打。长官，下面怎么办？敌不动，我不动，确保成功率。后方吃紧，赶紧给我回去增援。嗨。撤。咱们老是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小鬼子大部队一来，咱们一个也跑不掉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哎呀，不是有办法，那快点使呀！
脑子变糊了。李四，李四，原计划行动，掩护。好，兄弟们，打！要是过得快，他非得让我拼命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想让我给他唱一段。好，那你给他唱个激昂的，给他助助兴。黑牛，听我唱戏要交机票钱。这帮都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用这个小鬼子的脑袋和军刀顶我的戏票钱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有默契？月说喜欢你，他知道。干什么呢？这里是关慕容卓将军的地方吗？是，慕容卓，就在里面。我们是司令部的，叛逃的黄协军已经抢夺了大量枪支，向皇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大卓让我们来看守要犯。命令战斗部队马上去支援！快快快，集合！快！昨晚上中午学了几句日语，别说这管用。哎呦，去！站住！你们是司令部哪个科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阁下？哦，哦，哈哈哈哈，你往那边跑，跑到底有条河，你在那儿等我啊！赶紧赶紧！啊，对对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要么放了我，要么杀了我。我是不会杀你的。你和那个插我眼的中国人做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
我们做什么事情了？咦，都忘了是吧？那天晚上，你两个是跟旁若无人的继父相亲，嗯？哼，你是他的女人，他会来救你的。哼，你这个蠢货，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在骗你吗？哼，你还想再骗我？你连自己说话都不相信自己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假戏真做，真戏假做。哼，他会来救你的。你想怎样？我杀了他，这样我才能挽回我的面子。你这样喊，他会来得更快。赵德，快走！赵德，走啊！中国的骗子，这一次跑不掉了吧？快走，赵德！哼，媳妇儿，小鬼子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吧？哼，蠢货，让开！我没事，我很好。没事就好，我可担心了一晚上，生怕小鬼子对你那啥，那我岂不是没把你娶进门，就先戴上绿帽子了？让开！你能不能说句吉利的？行，说吉利的，我得先把你救出去，才能跟你说吉利的，是吧？你们把爸爸当人看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真正的日本武士。小鬼子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没有把他当人看。我从没有把他当人看，我只把他当屁放。跟他说，告诉你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人看，我们把你当成屁。真正的武士是不会被激怒的。刀法我领教过，这把刀留着就是和你决斗的。他说他的武士刀可以留着跟你决斗的。哼，你这把破刀还是被我切断的，你还是留着这断刀回去切你的豆腐吧。你的断刀留着回家切你的豆腐吧。刀法时灵时不灵，你没遭罪，我没喝酒，使不出来。我，你砍了他，我就嫁给你。嗯，你说真的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不把他杀了，我就会被他糟蹋，我就不能嫁给你了。走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
小鬼子，你别忘了，你扛着被窝挂在树上，是谁救你下来的？他说，你忘了，你背着个被窝挂在树上的时候，是谁救了你？救命！救命！你个倒霉孩子，碰见我你就不倒霉了。哎，刀子在这儿，自己来。二两刀，二两刀。真正的武士是知恩图报的，我们俩的事情就算扯平了。这次我放过你，下次我绝不放过你。他说就算扯平了，这次放过我们，下次绝不放过他。一样，下次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嗯，再会。说下的是话呀，许下的桥段。